呢，就敢打这个赌，用不了多久啊，宁清郡王就会变成庆亲王，您呐会成为皇上和太后以外大清朝的头一号人物啊。你小子，我真把你看扁了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别开当铺了，跟我当差去吧。哟，王爷，你这不要小的命吗？小的连这点买卖都倒腾不开，还当差呢？买卖做不好啊，顶多是个赔，差要是当不好啊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这也是头一遭。嗯，王爷您好风采呀。王爷您用茶。嗯，这滋味跟刚才不一样。是，哎，坐坐坐。啊，这是属马。哎，王爷，别，小子想孝敬你还来不及呢。哎，这钱你拿着。别介，这饭钱能赊，赌钱能欠，你开当铺赚的就是这一进一出的钱，我别坏了你的规矩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从今以后啊，您就是龙归大海，小子以后想孝敬您呢，还怕找不着地方呢，不是？您拿着。那就另说着了。王爷，以后啊您就在皇上面前当差了，有什么好事啊别忘了带小子们玩玩啊。这官场上的事儿啊你还是不明白啊，说变就变，翻云覆雨，我呀也就是先混着，不定哪天这珠子还得搁你这儿，别忘了咱俩的交情啊。哎，王爷慢走，王爷慢走。啊，您慢走。真是一处幽静所在。老兄，这是你在北京的第几处宅子？不瞒你老兄说呀，我李光照从海南到北京，也就置了这么一点产业。哎，如果你喜欢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哎，那怎么使得？哎，怎么使不得呀？我知道你在宫里头也不容易。别人送点东西还得东掖西藏的，多不方便啊！有了这宅子啊，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也有个安身的地方。咱哥俩交往这么久，彼此也对了脾胃。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，说吧。实在，我就愿意跟你这样实在人交往，那我也就实实在在说了。听说颐和园这工程是不是需要大批的南洋木材？你狗鼻子就是灵啊！你瞧，不过我得告诉你，宫里规矩森严，这等事咱要是办了，万一查出来，你我的脑袋搬家那倒是小事，恐怕连李大总管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嗨，有大总管那儿拖着，咱们怕什么呀？话不是这么说呀，怕就怕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有好处的时候瓜甜籽儿蜜，出了事儿啊上楼抽梯过河拆桥，这种事儿谁也保不齐，你说是不是？透彻透彻，可要都像您这样透彻，那咱们谁也得不到好处了，您说是不是啊？请。我就不信这南洋木材就这么难搞，就是你们这些奴才不肯上心。我知道你们的能耐，若是上心了，这天上的星星都能摘几颗下来，不要光想着捞油水，正事儿全不干，更不要以为我好糊弄，我可不是纯王爷，他老人家天皇贵胄给定银子当土块，我是穷贝勒爷出身，针尖挑土过来的，一丝一毫的计较惯了。奴才叩见庆王爷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李莲英呢？禀王爷，李总管太后那儿走不开，就叫奴才过来了。
这颐和园工程总监他是怎么当的？我都替他当了大半个家了。哎，这木材的事儿，你们内务府到底有法子没有啊？禀王爷，有法子了，在那儿呢，是吧？啊，给庆王爷请安。王爷，这就是南阳客商。好。啊，请。嗯。果然是南阳木材，质地不同凡响。这对木材就算小的孝敬朝廷的，以后王爷需要多少，小的叫洋人再拉多少来。好，这事儿你要是办妥了，本王爷不会亏待你的。谢王爷。王爷放心，他是个最小势力的。这人是你们内务府引荐的，就叫你们内务府具体经办啊。内务府只管得了京城地面上的事，要是说跟洋人打交道，还有在外省办事方便，还是得请王爷赏他个名目，再给个批文。哼，行，就赏你个颐和园工程监督吧，批文呢到内务府去领。谢王爷。王爷慢走。小德子，在。你的胆子可真大呀！李光照这事儿，你捞了多少好处？奴才不敢瞒大总管，他只给了奴才一座小四合院。一座小四合院就换来了一个钦派颐和园工程监督的美差，这买卖做得值啊。禀大总管，李光照可是花了血本的，就拿给大总管表示的这点小意思来说，他也是变卖了全部的家产。你少跟我打马虎眼，是先有了庆王爷的批条，才有这十万两银票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什么都躲不过总管的法眼。李光照事先拿到了批文，才在各个衙门弄到这十万两银子。不过他可是一两也没敢揣进自个儿的腰包，全都孝敬您老人家了。我可没得到什么银票，也没有让你去引荐什么人到庆王爷那儿去讨条子。是是是是是是，李总管对这些事儿一概不知，奴才口里如果有半个字牵扯到大总管，天打五雷轰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又没出什么事儿，干嘛这么赌咒发誓的呀？奴才只是胆小罢了。其实有大总管在，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您喝茶，搁这儿吧。小德子，你知道庆王爷的来历吗？嗨，奴才就知道他贪得无厌，等这批木材办完了，他的批文就成了银票了。那你可知他为什么这么贪得无厌吗？哪有不贪的王爷呀？贪和贪得无厌是两码事。如果庆王爷呀一生下来就是郡王爷，他就不这么贪了。难道他没有承袭他阿玛的王爵？本来呀，他阿玛是有郡王爵位的，可偏偏在他父子扶丧的时候，耐不住寂寞娶了个小妾，这可就犯了王法喽。郡王的爵位也给革了，所以庆王爷刚一出生的时候啊，他竟得了一个辅国将军的称号，熬了好多好多年呢、啊，才熬了一个辈子，又熬了好多好多年，才。
还落了一个背了。哎，也真够他熬的。什么时候封的王啊？本来呀，他就没有再封王的希望。可是他家住的呀，紧挨着太后的娘家。这太后呢，有个弟弟叫，叫桂祥，对，桂祥。他呀，要经常写信问候太后的起居。哎，你可别小看这事儿啊，这一样的问候话呀，要绕着弯儿的说，要问的呀不重样不烦人。这样的信呢，太后的弟弟桂祥写不来。说来也巧了，咱庆王爷呀，这不幸的家世倒使他学了一手好文墨，所以呀，这代笔写信的事儿就落在他身上了。哎呦喂，这一来二去啊，他两家竟结成了儿女亲缘呢。那不是和咱家太后成了亲戚了吗？虽然不是近之吧，可总是沾亲带故了。所以呀，咱们庆王爷就时来运转了，那郡王的爵位又回来了。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呀，让咱们庆王爷得出一个理儿：什么都是虚的，只有银子是实的。现如今呢，这李光照要使银子说话，在庆王爷这一关过得是很通畅啊。哎，他通了可不是一通百通，户部是翁同和的，能不能在他那儿捞着大钱，就看李光照的本事吧。李光照派了一个人带着银票到翁府去了，可是啊，让咱们那一尘不染的翁师傅给臭骂出来了。哎，人呢，只要有弱点，就总能从他身上找出个道来的。弱点？可是翁师傅不爱钱呢。名利，名利，名利，人们呢，总是爱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，可怎么就不能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瞅瞅呢？哎，坐坐，坐吧。这60万两银子我不能批给你。为什么不能批？少全啊，我可不是为难你啊。你看这一年刚刚过去了一半，户部啊就剩下这些个银子了。你知道这宫里头用度浩繁，哎，李莲英一旦开出个条子来，我手头一点现银都没有，那可怎么得了啊。可一旦打起仗来，我北洋军舰没有炮弹。这话严重了吧？啊，哎，你看呢，这眼看就要换季了，宫里头的女人们呢要添置新衣裳，公公们呢要换床单被褥，太后那儿自不必说了，一切都得换新的，真主子还禁要些洋玩意儿，更加难办呐。可是难办也得办呐。这些个事情你翁师傅比我知道的多呀，可我好像记得这宫里用的东西都是分账划拨的，用不着你户部再出啊。少全呐，修园子也是分账划拨，可银子还不是照样得从北洋扣吗？我这个户部尚书啊，难呐。
翁师傅是在我北洋水师成军之后才当上户部尚书的吧？那年皇上亲政。对，你说的不错。在翁师傅主管户部之前，我北洋水师的银子可是一毫不缺。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大了。那个时候要是不给银子，我北洋水师纯属子虚乌有。可从此以后，你翁师傅可给北洋拨过一钱银子？如果有银子，我自然会拨给你的嘛。是啊，开头我也这么想，谁能没个难处呢？我就一声不吭地等着。可从此，我北洋水师5年没买过一发炮弹。翁师傅，这不出事儿便罢，真要是出了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你可别吓唬我。再说了，这5年来不是一直在修园子吗？是啊，修园子修园子，我水师一要银子，你那儿就修园子。可这一合园就是用金子堆，也该堆齐活了吧。不瞒你说，还没有呢。那我就不打扰翁师傅了。少权得罪了。少权不送了。翁师傅，魔道相争，胜者谁呀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让你费心了。怎当大人费心二字，晚生是仰慕大人父子两代帝师，道德文章为天下楷模，这才不揣浅陋，将令尊和大人的墨宝缀编成集。这本书法集编得颇有眼力啊，看来你对书法也颇有心得。大人面前晚生怎敢谈书法？哎，说说无妨。那晚生就放肆了。嗯，以晚生之拙见，翁氏书法以言书为主，兼有荼蘼笔意，后来乃上追汉隶，兼取钟繇，形成这独往独来，自有真我，不断变化，不可方物之事业。没料到你竟是放假，请坐，坐坐。大人面前哪有晚生的座位？啊，不不，你可算那是翁某的知音了，快坐。哦，那谢大人了。啊，坐坐坐。翁某还有一事相求，你这本集子一共花费了多少？请千万如实告知。晚生编这本集子能够得到大人的肯定，已经是喜之不尽了。区区费用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你这样说，翁某就不敢收下这集子。大人廉洁若此，晚生若不报个实数，难免玷污了大人的清明。从搜集先翁和大人的墨宝到出版印刷，一共花了是432两8钱银子。好，来人。老爷，你去到夫人房中，
他那橱柜里还有500两银子，你给我尽数取来。是。看你言行尽是文人本色，上次怎么会做出送我银子、充满铜锈的举动来呀？小人错了，也怪小人的手下不会办事，把大人这样的千古贤者之人看成了寻常人等。我已经重重的责罚了他们，请大人千万原谅。知错即改便是君子。其实呢，你主动为朝廷分忧，为修园子购买南洋木材，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事嘛，用不着去走那些歪门邪道。再说了，有内务府的推荐，又有庆王爷的批文，我又怎么会为难你呢？大人教训的是。这是你出版书法集的费用，你拿去吧。大人太多了。多出些许不算什么，再说一时也换不来零钱。不可不可，万成知道大人的银子全都是朝廷俸禄，还要养家糊口，没有一点富裕。万生若是多拿一分一厘，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。那就付你400两整数，再加上这个。那就更多了。啊、嗯、什么？大人的真迹乃无价之宝，岂止值500两银子呀。我从不卖字。所以就更加珍贵啊。那大人的墨宝晚上就收下了。可是大人要执意付给小人银子，小人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说你的正事儿吧。订购南洋木材，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银两啊？那就先拨60万两吧。怎么要那么多钱呢？用得了吗？大人的学问虽好，可是这商务上的事情却是另外的学问。买木材罢了，哪儿能用得上什么学问呢？其实这批材料采购之资也就是40万两，但是大人您一定知道我大清的海关税是多少。十成里占20%吧，那就是8万两。那也不过就是48万两嘛。还有运费呢，从南洋运到我大清口岸，先是车，后是船，上了口岸之后还得要车载人拉到京城，再雇车拉到颐和园。说实在的，一般像这样的木材都是材料运输费用各半，我这次可实实在在是在赔本赚吆喝。朝廷的银子是百姓的血汗钱，来之不易啊，这当省之处还是要省啊。大人无私谋国，实在令晚生佩服。那好吧，明日你就到户部领银子啊。那谢大人了。谢大人。噔里咯噔咯噔咯噔咯里哒哒啊啊怎么样啊？你看看，他送我个这个，那批了吗？都急出一身汗了。这老家伙跟我谈书法心得，幸亏我这是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，要不然再多问我一句，我非露馅不可。这结果怎么样啊？高，李大总管真高，
哎，那银子拿着了，赶紧给庆王爷送5万两去，他可是急得嗓子眼里都伸出爪子来了。好啊，咱们走吧。中堂大人，卑职已经打探清楚了，翁师傅把60万两银子给了一个叫李光照的商人，让他为1合园的工程从南洋进口木材。什么木材这么金贵，要60万两银子？啊，恐怕有猫腻了，商业上的偷手很多，比如是以次充好。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一个商人怎么会说动咱们的翁师傅，这里边有些蹊跷，要看住海关那边，即使进口一定会经过海关。卑职明白。合资银行的事要抓紧办，不过要记住两个字，绝密。卑职风雨不透。这次的货色啊就是好，图上啊就是不一样。李正有劳公公禀报一声，李鸿章求见太后。太后正在用膳，这时候谁也不见。那是否请公公问一问李大总管能否一见？李中堂真是太客气了，我这就去禀告。啊，好。李公公啊，中堂大人有急事儿、啊、还不是北洋水师的事儿啊，要请太后懿旨。是啊是啊，这北洋水师要更换设备，购买炮弹需要60万两银子呀。本来啊皇上已经答应了，可又让户部给驳回了，所以我想请太后。中堂大人要知道啊，咱家皇上和太后本是一个心思啊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如果所以才请李公公给疏通疏通啊。别介别介，中堂大人请别个疏通还算罢了，我大清律例太监过问朝事者凌迟处死。哎呀，李公公严重了。3000两，真是不少啊！看您这银票啊，倒使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中堂大人送给我的脚气水可真不错。不过，你我同朝为臣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坏了规矩。哎，我，您送给我那脚气水吧，我估了个价，啊，这。10两银票不知道够不够，我想应该够。哎，李公公，我去忙了。看那些个屋子倒是没了潮气，奴才让房子通着风，太后入住之时定准的春色满堂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就快了。奴才担保在小满之前太后一定能入住，现在还有几个小景点没有完工，就等着南洋的木材了。嗯，那南洋木材还没到吗？啊，已经有了奏报，说是到海关了，再到京城应该就在这几日。说起这批木材来，翁师傅这次倒是乖巧得很呐、啊、听说那60万两银子说批就批了，连个磕巴都没打。
上心的紧呐。啊，太后您好福气啊，普天下的臣民都孝敬您，翁师傅自然就更加孝敬了。要说也是啊，我一个老太太整天在皇上面前晃悠，多招人烦呢。早早的搬进这园子里来，离着他们远远的，他们也就眼不见心不烦喽，我也落个清静。翁师傅，嗯，他明白得很呐。啊哈，太后，您住进了园子，皇上和臣子们就都更加孝敬您了。再者说呢，您到哪儿，这朝廷中枢就在哪儿。朝廷要是有了事情啊，这臣子们还不是屁颠屁颠的跑来请示，您呐就更少不了得操心了。倒是个明事理的，我没白疼你。等我真住进这园子呀，我也就哪儿都不去喽。小李子，这么一来呀，只怕是你们就少收不少银子喽。只要奴才们能伺候着太后，那就什么都有了。大人，木材扣住了，李光照抓住了。神，就是把天捅个窟窿，也要把翁通和揪出来。啊，是。你们什么人？敢在老子头上动土，也不怕我派人挖了你们祖坟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李光照，你狂什么？你不就是骗了个钦派颐和园工程的监督吗？招摇撞骗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你这套三脚猫的功夫骗别人行，骗不了我。王八羔子才骗人呢，货都让你们扣下了，那是响当当的南洋货。货是真的，所以骗术更高。你血口喷人。你报的材料的费用是40万两，可是你只用了5万。运输的费用你是实际用了1万两，可是你报的却是12万，这一多一少，你从中就大赚特赚了46万两。海关的费用是8万两，因为你手中有朝廷的批文，所以可以减半，这又多出了个4万。前后所得，你从户部取得的60万两银子，有50万进了你的腰包。这还不算，你丈量木材用的尺子还不是我大清的3元尺，是洋人的英尺，这其中蹊跷了多少，我还没有跟你算。说你是个奸商吧，那算是高抬了你，你是个蹩脚骗子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跟你没关系。说吧，谁给你撑腰？老子的腰本来就粗，老子是朝廷钦派特使特办，颐和园勤工监督，干的是太后的工程，银子从户部支取，不是偷鸡摸狗，手里有朝廷的批文，海关有商务报表，我一切光明正大。哼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小贼，你狂。来人，哟，干走。干什么？你们你叫李什么来着？李光照。李光照，你是个商人吧？商人就得挣钱。那是自然啊。洋人有个词儿叫从业道德。以老夫来看，商人赚钱这就是从业道德。大人，您真是小人的知音。
可赚钱嘛，有多种赚法。有人赚得多，有人赚得少，有人赚得容易，有人赚得艰难，有人赚得安生，有人赚得心惊胆战。不知道你是赚哪种钱的？这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他叫盛宣怀。啊！哎呦，盛！哎呦，老爷，他是我们商界的老祖宗。我说，他赚钱的手段比你怎么样？大人，他是天下第一官商，小人是小本经营，怎么能跟他比呢？嗯，那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赚钱？想想啊。那好，你把此番如何勾结朝臣、欺骗朝廷的事儿都讲清楚。老夫让你跟盛大人一起赚大钱，赚安生钱。大人，小人这钱赚的可不易呀，那真是豺狼嘴里夺骨头，断头台上争性命，脑袋掖在裤腰带里头，我是火中取栗呀。我虽然从户部支取了60万两银子，可是材料费、运输费、海关税加起来我用了10万两。大人，我没赚50万两啊。为了巴结庆王爷、德公公、李公公那儿的关节费，我就花了20万两，还外带送给德公公一套四合院，等事情完了还得再给庆王爷5万两。翁师傅那儿虽然没怎么花钱，我只给他印了本书就把他给买了，可是各部官员的关节费、书办的润笔费、王爷大臣下人的赏金，还有小人的差旅费、住宿费，这里里外外60万两银子，小人我只赚了10来万两啊。大人，您说小人容易吗？那些王爷们当官的身不动绑不摇，50万的赚头他们一下子拿走了40万，可是这活是小人干的，风险是小人担，还得对他们千恩万谢，还得把他们的臭屁股当成热脸蛋来舔呢。大人，我也是人的，我也不愿意这么做生意赚钱，我也不愿意这么低三下四，我也想挺直了腰杆赚钱呢。大人，我这委屈可大发了呀。大人呐，您得给小人做主啊，给小人伸冤呐。起来吧，放人。走吧。大人，怎么把他给放了？大臣和李莲英见动不得，李光照得的那10万两银子罚没入我北洋银库，亮他翁通和也不敢再追啊。英国泰晤士报那个记者莫里逊，你去透个信儿。嗯，但是该透什么不该透什么你要拿捏准喽。嗯，这一单买卖咱们只跟翁通合作。不许擦，吞掉。还有地下的，舔了。接着打，
大总管，奴才不是已经认错了吗？再说了，李光照已经跑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李鸿章的折子也没把咱卖出去呀，这事儿已经一了百了了。我打的就是你这一了百了，我又欠了李鸿章的人情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何等身份，我又是何等身份，这人情我欠得起吗？打，狠狠地打，自个儿把自个儿打死算了。朕就不明白，一本书法及你翁师傅就把自己给卖了。